那我们两个人就闯天下，就100块钱就闯天下。他拿着我，我拿着过，我们一起闯天下。想了啊，后来我也发疯啊，我勤劳发疯啊，因为又不是好吃多两年人啊。哎，想了，想。租了一个房子，35块钱，就租了一间。那基本上就没钱了。长得也可以，但是我是看中的貌相，什么东西。后来我生了小宝宝的时候，吃饭都是蚊子，每天都会到我妈妈那边去吃一顿饭再过来，反正家里是没有饭吃的。外面欠了一屁股债。啊，外面瓦匠要钱，木匠要钱。他当时刚刚取的房子的钱，就是瓦匠木匠的钱，但是他还没有给人家，他就说把这个房子输在那边，就是为了讨个老婆，说是一分钱都没有，就这样。人家那个结婚那个床也欠人家，我都不知道。我说当时你怎么没有跟我讲？有300块钱，也不知道700块钱。炒米汤，磨好了，人力选的人力挑。几块？这个10块钱。几块？10块钱。涨10块钱那个？这是5块钱的。我大米，这个是小包，那个是大包的，不一样的。大不大包卖10块钱，是不是涨价？涨？不涨价。10块钱，小包。卖的有点太贵了。不贵，这5块钱。好，20块钱。好 ，OK， 成5块。我们这个毛耳朵是品牌毛耳朵，绿色宽毛又精干，老婆又吃又漂亮，啊，来吃个狗子噻。那时候我还是嫁给那个工人家的那个小男孩，那个男孩天天都到我家去聚我。我想那时候不懂工人家的人他是什么意思的，他说我想他们整天的游手好闲，他们上班没有事，整天的到大街上去逛逛啊之类。我想那时候人还是不像现在，那时候的人单纯。哎，都走过来了，是说也搞笑，有的时候想想，哎，还像一个故事。所以说自个选择可走吧，路也跟我们人一样的，爬都要爬过去。所有的经历吧，都是让你成长。那时候我穷得很，他跟我在谁的打的啊，是不是？人家我门口的那小好多小姑娘都，这是爱情鸟，已经飞走了，我的爱情鸟还没来到。哎呀，就好就走，不要啊！我可能有时也吵得很，说我输掉就好了，你不要生气的，是不是？那么年轻的时候都跟你说，也不是说你像穷光什么的，说不定好了，你吸纳的不好了，可是咋行啊？鲜血印在我身上，他说个什么？这个血指在哪里？去哪里？指哪个方向？你打哪个方向？就是买个房子，你赶快去买个房子，买个那个150万。什么苦也吃过了，现在就这么想。所以说大家都相互的关照啊，就是说像这次疫情过后啊，像哎呀，大家有的养了，哎，那现在到底谁嘛的活着？那你想，什么再养又怎么样呢？哎，要渴的时候倒杯水，什么都好。